噔噔噔噔，今天的例汤是排骨汤，趁热喝吧。不用，今天的保质保量，肯定好喝。我不喝。你就喝一口吧。你能不能不要给我送汤了？你这汤我喝完了，我又得去急诊。你能不能回去啊？不要在我这儿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了。你以为我稀罕照顾你啊？我是为了暖夏的球队。那正好，我已经决定退队了，你不用照顾我了，以后也不用麻烦你了。不识好人心。嘿，给你喝。哼，走的正好。嘿，谁让你喝的？小伙子，年轻人吵架嘛，很正常。不过这汤嘛，还确实给小姑娘说一声。下回啊，多放些料酒，不然这肉啊会有点腥。白给你喝的，你还挑刺儿，给我。哎，这边，你会不会开啊？快快快，这儿这儿。强哥，这时候咱俩开黑不太好吧？哎呀，这都几天了，要出事早出事了。哎，再晚一点我们就开六。听说舞蹈社有活动，安娜好像也会去了。啊！今晚再抓不到果就算了，咱们还得准备训练呢，也不能天天睡这儿吧。干嘛呀？你要把这当卧室啊？捉鬼归捉鬼，睡眠质量不能降低。我哥最近睡眠质量很好，没想到这个篮球馆还有治疗失眠症的功能。他还有失眠症呢，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小强，你先回去吧。嗯。你要是一会儿困的话，可以用这个。我说什么你都信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知不知道你力气很大？谁让你骗我？嗯？谁？谁？站住！苏乃夏。打鬼！这鬼怎么热乎乎的呀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是人。
安娜，怎么是你？好疼啊！枝叶真是有魅力啊，竟然能让安娜大小姐扮鬼来吓唬。其实这次最大的赢家是齐峰，我让他送安娜回家，他总算可以买他喜欢喝的奶茶了。可是安娜大小姐怎么会知道，居然有大男人会怕鬼的？啊，是啊，我怎么知道凌炫胆子那么小？他应该出院了吧？你不都是独来独往的吗？怎么会关心队友呢？神话一战还剩56天，如果真的想要赢，就必须一起努力。你说的对，这几天辛苦你了，回去好好睡。干嘛？还想睡球馆？那种地方有什么好睡的？开车。拜拜。来，哎呀！当当当当！快快快快！集合，欢迎我们凌炫归队。欢迎。恢复的怎么样？能正常训练吧？没问题。要不是因为某人厨艺太差，害我吃坏了肚子，我昨天就回来了。我看你是还想住院是吧？好了，不闹了。安娜本来想亲自给你道歉的，但是有伤在身，只能之后道歉了。我们言归正传，其实这次凌炫受伤反而是件好事儿。嗯？哎，我听你这话怎么这么别扭？首先，我们因祸得福，共同解决了闹鬼事件。其次，我们军业这个退队风波也都翻篇了，接下来他会跟我们一起备战神话。还有第三件好事，就是我们的齐峰学长终于获得了和安娜独处的福利。哎，你这铁憨憨藏得够深的，这完全是痴汉逆袭的节奏啊。你们别说我了，苏教练，你不说有魔鬼训练吗？有。哦，对了，现在我们球员都整齐了，那本教练就要祭出我昏天暗地宇宙无敌相亲相爱训练大法。
考虑到我们的凌炫同学脚伤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所以我们的训练不会那么激烈，会采用一个新的苏式训练法。还算有良心。兔兔，上道具。噔噔噔噔，我这个相亲相爱大法呢，俗称捆绑法，简单来说就是把两个人的手绑在一起，做什么事情都不放开。这么狠，吃喝拉撒也在一起啊？嗯，准确的说也算是吧。不过晚上7点你们就可以把锁给解下来，我这样做是为了磨合大家的默契度。我们5个人分成2组，张小强、齐峰、沈学长，你们3个人一组，君夜和凌炫一组。我反对，这什么鬼训练，而且我还要和这个家伙绑在一起。反对无效。你呢，有意见吗？没有。哎，他们是在干什么？那不是君夜吗？他怎么跟那个男生靠得那么近，还绑在一块儿？君夜不是在跟体育系那个苏暖夏传绯闻吗？这么快就换对象了？我的天，长得帅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。走吧。说好，我们时间对半分。上午你陪我去咖啡馆，下午随便。别废话。强哥，我们去哪儿？区长，那我们去哪儿？跟我走吧。哎，哎呀，你到底要弄到什么时候？弄到把钱赚够为止呗。你好，两位的咖啡。君夜，你好帅啊！我们是特地为你而来的，君夜。说好了，你上午的时间属于我，对吧？想和君夜拍照吗？20元一次，价格公道 ，WiFi 免费，高清图，秒发朋友圈。凌炫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这不是早点挣够钱，你就可以早点走了吗？来。谢谢。好的。看来我的训练已经开始起作用。小姐，您的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小林呀，小林，今天表现得真不错啊！你放心，我会全给你算在绩效里面的。然后呢，我再额外给你补贴一点啊。那啊，谢谢老板娘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下次记得一定要把你朋友再带过来啊。到我的时间了。拜拜。哎呀，这小伙子长得还真是挺帅的，长得像哪个明星来着？叫什么名字来着？
接下来的画面可能会有点血腥哦。嗯。所以你下午的事儿就是来这儿吃饭吗？这里很难预约的，而且约的正好是今天。帮我上一份预约的套餐。好的，先生。这套餐会不会太贵了？哎，这能单点吗？抱歉，先生，我们今天只做两份套餐，所以不能单点。这也太坑了吧！我还是喝水吧。你干什么？喝水啊。先生，你要不要将绳子解开再用餐？不需要。好的，一会儿上菜的时候从他这个方向上。好的。小霞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慢点。对不起啊，小强，没想到你的反应这么大。没事，一会儿给我个眼罩就行了。哎呀，我想尿尿。奇怪，我怎么尿不出来啊？你输钱，你先吃。先生，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情侣套餐是否满意？情侣套餐？我不是点了双人套餐吗？是的，我们今天的双人套餐叫做 A Lifetime Lover， 的确是情侣套餐。哎呀，管他什么套餐，有的吃不就行了吗？快点吃。小姐你好，这边请。我上厕所。哦，小姐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边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，这边请吧。找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干嘛？哦，走了。肖兔兔在群里发密码了，265。自由感太好了，今天这顿饭，谢了。你怎么又跟踪我？
大鸡腿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我不是故意咬你的，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我怎么到火腿的味儿了，我就忍不住就咬。从现在起，不要提刚才那件事。哦，哎，你是不是一会儿要回学校啊？那顺路带上我呗。随便。老板，两个。好嘞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苏小姐，请问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烤地瓜呀，很香的。我不吃这玩意儿。你不会没吃过吧？我怎么可能吃这种东西啊？那你不吃给我？反正谁不知道这种东西吃多了会胀气啊？拿来，吃就吃。掰开。一点都不好吃。不好吃你还一直吃。苏满夏，你这个妖精！爹，今天的烤地瓜真好吃，很开心你也能一起吃，下次咱们再一起吃烤地瓜。哼，谁要再和你一起吃烤地瓜呀？好，君夜呢？君夜早晨来过，不过状态很差，捆绑训练没多久他就发高烧走了，还不让我们告诉你。发烧？不，怎么回事？我陪他去的医院，医生说他食物中毒引起的发热。这愣着干嘛？走啊。他已经回来了，不过带你去有点费劲儿。啊？站住！叫你们两个呢，听见没有？你干嘛戴个口罩？搞什么鬼？你这味儿也太重了！去去去，赶紧去洗干净。先让我哥休息吧，等他醒来，你要检测体温。记得让他按时吃药哦。哎，你不一起吗？我哪有那么闲啊，我要去洗袜子。好吧。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就被烤红薯打垮了呢？你醒了？你干嘛？我听说那个食物中毒啊，这个眼角会水肿，然后我就给你检查一下嘛。肿了吗？有点。啊、哦。
所以你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昨天烤红薯的锅吗？那我怎么没事啊？可能肠胃不同吧。算了，以后不吃这些东西了。对不起啊，我给你拿点药吃吧。不能吃，这个是国际篮联的违禁药。你又不是职业队员，还用担心这些吗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个药对神经有副作用，日常生活影响不大，但是短期内身体机能肯定会下降，无法达到平常比赛训练的强度。你是怕耽误和神话的比赛吧？我准备熬一熬，让他自愈。那怎么能行呢？我给你想办法。让我看一下，取生姜、芥末、洋葱、花椒共200克。切碎捣烂搅汁，加红糖适量，兑少许可乐，猛火煎熬20分钟，可解红薯中毒。君爷，有救了！什么葱姜蒜的，现在去哪里找？等等，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。有人接单了？截图收到，请教练放心。我已经在赶往菜市活动上了。非常好，顺路的话再给我买个电磁炉送来吧。行。还是我来帮你吧。哎，不用。身为一名长时间独立生活过的美少女，这种难题小事儿。笨蛋，还不赶快去把窗户打开透气。这次输球所暴露出的问题，希望大家回去能好好反省一下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我觉得不用麻烦。如果每次输球都很正常的话，那赢跟输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是我作为教练，我责任最大，我留下来反省。大家原地解散。教练，需要我留下来陪你吗？不需要，走吧。果然是直男，让走就真的走了。完了，肯定是管理员大叔下班了。手机呢？包呢？谢谢啊，大叔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谢谢你啊，大叔。刚刚是你啊。拿着手机照了很久吧，手酸了吧？哎呀，你早说不就好了吗？你早说停电不就行了？不需要，走吧。愧疚啊？那怎么谢我啊？
帮你揉揉。一天一天靠近一点，爱变得勇敢。这就够了，走吧。慢慢的藏不住喜欢，两个心不分离，哪怕兜兜转转，等时光把爱是讲完。没赌，就是我们的小美满。你那么大力气，我能欺负了你啊？没有